Hello， 大家好。小宝两岁生日，然后他一岁的时候，我给他预定了有照相，然后给到这边。前两天我给这个姐联系过了，他预定了今天让来照了。走吧，就给俺照两岁的照片。每一岁就是每一年都得留个照片纪念一下。你有吗？我没有，我好像连百岁照都没有。又在这儿整啊！俺俩现在在办这个对吧？英语证，先收购一下，再找下单子。好。好的。小宣传。多好看！哇。嗯，换你肚里这个宣传让他小美俩拍这种了。哎呀，可惜你是个男孩吧？你瞅瞅，这小裙子。啊，咱肚里是个妞。你祈祷吧。祈祷吧。他还不舍得呗。俺没眼呐。弄皮是吧？嗯。啊，黑了黑了，好看。不行。不行。白西装，纯白了。可以。这是男孩了吧？其他都是男孩。这种人可以拍的，嗯，能到抓着裤子去玩来了，啊，就是我就是说想拍点那种，要生活，然后不那么死板的。哎，你先穿上衣服。这个。这个。穿衣服啊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可爱。这一套，这个西装。一套西装都可以了。那都。西装，有那小西装，上个小，然后点那黄色的也可以。嘻哈一点，或者是。那边的黄色的也好看。这个。嗯。你这个换了没？我看看。对。不要。我有这黄色的小西装了。哎，妈妈。有点大。大。嗯，这个大了。妈妈。俺第一套小西装来，叫阿姨给你头发看，给我整一下，过来吧，有点长。哎，乖，你这叫有点长，那叫难为我呢。哎，有点长了，来，过来，来。你是我第一趴，我都要输啊。输去吧，输去吧，要不看好看。哎，输也输不起。可尴尬，这个长度有点长。不干了。啊！不让录视频，不让拍照。已经开始拍摄了，人家里边不让拍照，不让录像，管得比较严。嗯。发现了，发钱了。所以说，大家期待一下成品吧。里边已经开始了哈，乌里哇啦的。呀，这能放啊？俺第一套拍完了，咱俩换一身衣服好不好吧？啊、哎呦，这是俺的第二套衣服。嗯、啊，上这个屋子。啊。第三套了哈，现在里面不让拍，我也在外面等。然后俺妈给孩子在里头了。第三套衣服咱先保密啊，留点惊喜。你看刘子笑着都开心。走吧。拍完了还挺快的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去年来这儿拍的时候还不会走了，站都站不稳。啊，我在这几年还在这儿了。是。哎，是。哎，妈妈哎，哦，长颈鹿，哇，我不敢，太大了。走吧，走了。走走走，你给阿姨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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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阿姨拜拜。你的手来，这边，这边。你的手，拜拜。好嘞，俺拍完照了，还挺快的。我想录得一俩小时，这人这么迅速，比较配合。小宝主要是成片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然后中午的话，就吃了个点面条，也没咋吃。我说现在走，俺妈去吃饭，吃大餐。